说了呢，是志毅说他即将要去美国，然后就是请老师来帮你这个编排所有的表演的剧本。对我们，所以等他从美国回来，我就跟他一起合作了。是，来面对摄影机，我们看一下前面摄影机。待会我们让这个郭靖还有我们台上的这个贵宾们跟大家一起来拍照，来对摄影机拍照好吗？好，对吗？还是我现在可以把麦克风收起来？可以拍照，先拍好了，没问题。来，请大家稍等我们一下下。好，来，谢谢。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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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两位即将在这个滑冰世界上面，要擦出什么样精彩的火花呢？7月17号，安利亚区这个亚洲冰上圣地，我们小巨蛋就要见真小喽。好，来看见中间。还有最左边，好，来最左边来看一下下，来这里，好，来，那左边前方，慢慢在中间一下，中间，好，那我们视线慢慢的移往最中间，来中间下面的摄影大哥。来右手边。可以吗？正中央这个。好，没问题，正中央。好。曹先生还是有点害羞，我毕竟站在这个美女旁边，心情不太一样。好嘞，谢谢。嗨，曹先生你好，忙回来。好，即将跟这个我们很厉害的曹经纪合作。哎，我倒是先问问郭靖好了，你之前有滑冰过吗？先笑两声，其实我完全没有滑过冰啊，我只有滑过那个滚轮，但是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公园的那种溜冰场，然后穿着鞋跨了一步出去之后，就是重心不稳，因为小时候通常都比较胆小害怕，所以我就太觉得啊怎么会跌倒，然后就赶快把鞋子脱掉。所以其实我小时候的阴影跟恐惧在稍微有一点，那不只能说你太大胆，居然敢答应这个邀约，听说没有让他完全考虑的余地。对，我完全是被告知说，哎，我们要参加这个亚洲冰上盛典，然后就是但是要溜冰哦这样子。所以你当初想的时候，你觉得哎溜冰好像还好，或者是会担心、会害怕、会期待等等等等的心情来。其实这个心情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因为真的非常有可能会，因为我相信练习过程一定会跌倒，不可能一开始那么顺利。对对，但是我就回想一下关于平衡感这件事情，就是像我的话，就是会骑脚踏车，会骑摩托车，然后会在空中飞来飞去，对，然后练拉拉都想说，那这样平衡感会跟滑冰的平衡感可以有一点关联吗？对，这个问题就要来问问之一了。可以叫你小易吗？小易，小易可以吗？小易可以，可以，可以。害羞说不行吗？其实平衡感在滑冰真的是很重要，是。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可以骑脚踏车还有摩托车的话，在滑冰应该是没有那么难的。那我就放心了。但是你知道吗？你即将跟一个世界级选手一起合作，哎，对，哎，他很厉害，他可以在那个空中可能翻转好几圈那种。有，我有看过他的影片。是，对，但是我觉得啊是这样子的，因为毕竟我没有滑过冰，对，所以不管，因为滑冰是需要很姿势优美，然后很优雅的这样滑，那。我希望至少您可以教我如何跌倒的优雅。对，至少我们也要怎么样要完成，会用是世界级选手的姿态来表现一下跌倒如何优雅。跌倒的优雅。在舞台上面有跌倒过吗？就像这样子的舞台上面，他说常常哦。那怎样表现出若无其事又非常优雅？我觉得在滑行的时候，如果突然跌倒了，是就是。滑行的跪下去脱冰就好了。哦，要表演就是在滑出场，示范一下嘛，示范一下。万一这怎么示范？没有啊，就是他都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还要起来哦。哦，对，要起来。对，还要起来。然后若无可以不起来吗？怎么起来？你都怎么做？如果真的在滑行的时候不小心意外快要滑倒的话，就是这样跪下去，这样脱冰就好了。哦，脱冰，然后还要当做
刚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我的桥段之一。对对，这是我精心安排的。对，但是我其实我期待两位在舞台上会有什么表现，你知道吗？就是啦啦队总是会有抛接啊，或者在上面叠罗汉，可以、我站在他肩膀上，站在他肩膀上，哎、欸，就在你肩膀上，听到没有？直接站他肩膀上，可以吗？他可以站在你肩膀上。这难度可能稍微，这个就真的是太我知道了，我可以举他，你确定吗？对，因为我以前练啦啦队就是站中层，就是底层，然后我站中层肩，站在底层肩膀上，然后我可以再抬一个人，所以这样我决定抬你了，决定抬你，这样很难度也很高。他会害怕，变成他很害怕。我明白。是，不过我真的很期待两个人哦，在舞台上面哦，除了音乐上面的结合之外，当然在这个我们运动，两位都是运动好手，以及艺术上面的都很不一样的这个火花，呈现给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那在今天呢，我们讲到，你看郭靖穿的美美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让他当天7月17号在舞台上面也要美美的，当然要配备。全部都让他准备好，我们要这个万事俱备。好，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到这一位呢，要送给你一个美丽的礼物。让我们欢迎的是朱长。好，秘书长今天带来的是，就是让他这既兴奋又期待的这个，这也太可爱了。溜冰的冰刀冰鞋即将带来这边。那麦克风给我们来拍个照。看这里哦。好，来看前面，右手边。谢谢。来，两位右边。好，两位右手边。我们等一下三个人再一起来合照一张，好吗？好。中间下面。中间。好，中间。中间。中间。中间下面哦。中间下面。好，左手边。好，可以吗？好，这边左手边。OK 吗，大哥？那我们请这个记忆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拍照的阵容。来，麦克风交给我。那我们请郭靖在中间。好，来，那我们今天我们从右手边开始看好了。来，右手边。好，来看这中间。好。好，来，那除了这个舞台上的艺术长之外，好，左手边再来一张。接下来我们要请到这位非常美丽的我们的这个总经理。总经理哦，好好好，好，来，可以吗，大哥？中间来看这里，看这里，中间再一张。中间下面。好，中间下面。来这里，这边这边。好。谢谢，谢谢，谢谢吴秘书长，谢谢。这个郭靖会好好的保存这个礼物的，因为这个攸关他未来的生命啊。谢谢，谢谢吴秘书长，谢谢。那在这边我们也要谢谢，期待郭靖跟知音到时候在我们台北小巨蛋当中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跟表现咯。我们祝你这个到时候能够马到成功，能够顺利演出。谢谢，待会我们会有媒体联访，那我们先到台下先坐一下下，谢谢。好，接下来呢？你们一个人拍照，拍一下。好，没问题。现在拍吗？对啊。好，来，没问题。我们要拿冰鞋好不好？您觉得如何？先个人来一张，待会儿再拿一个冰鞋。好。来，右手边。OK。来中间，麻烦。加上这个很厉害的世界级选手的共同演出，我相信就算万一不小心，有一天万一跌倒，也是很优雅的啦。好，来右手边，尽量不要，尽量不要。我希望能够得到很多只小熊的加持。好，中间，正中间，中间。来，麻烦这边。好，来右手边，这边。
两位三位白色衣服的摄影大哥，好，最左手边要来一个，好，来就。